Wingardium Leviosa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瑞芝，很高兴再次参加第四届台湾长笛嘉年华。这次我的讲座专题是金探子。什么是金探子呢？金探子其实它是一个snitch， 就是一个飞行的东西。在 Harry Potter 里面，我们必须要抓住它去得分，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东西，这个技巧，这个能力，然后记住它，然后你就没有问题，可以继续使用你的能力，你的魔法。当我们在学习真理管弦乐片段时，不只是让人有演奏一段小协奏曲的快感，而且在这些片段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基本技巧，比如长乐句的处理、双吐单吐的运设方法，还有因应不同乐器特质我们所需要做的音色变化。我个人很喜欢将这些管弦乐片段当成小练习曲的精品，从而应用到不同的乐曲中，希望能在我讲座中看到你，和大家一起探讨其中的惊喜与奥秘。 Keep putting and lie down。 第四届长笛嘉年华